自在心里等着结果，也后知后觉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就算分开一刻都觉得舍不得，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认真不说，是非你不可，是早已诚恳又深刻的在爱着。如果有可能让我和你从路人变作我们，一日三餐有你在才算是丰盛，爱不用假设，只要我的心懂爱你有多认真，你一生为真，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梦里现实有你在才算是完整。我越陷越深，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一辈子为真。诸位宾朋，诸位好友，欢迎大家共同莅临宋府齐府的婚礼大典。今日设宴邀亲友，举觞称贺，赞佳偶，欢迎各位。我齐思乐愿意成为宋浩宇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知道你们家条件很好，但是我们家思乐也是我和他妈妈把他精心培养大的，我们没有要思乐去相过一次亲，直到生命的尽头，只想他能找到真心爱他的。我宋浩宇愿意娶齐思乐为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在演戏，没有爱的婚姻都会照顾她。你娶她果然另有目的。宋浩云，宋浩云，宋浩云，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浩云，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是见过。我，宋浩宇，向您二位宣誓，我将会照顾您的女儿，接受她，支持她，呵护她，一直走下去。新郎，请问你的新娘戴上戒指。忘了这个流程，你准备怎么办？萱萱，谢谢萱萱。我希望以后可以帮你把你心中所想的无形无影的事情都变成真实。我花了钻石那么大，你就真的一点不差的照着做啊？萱萱都告诉我了，那些作品都是你的宝物，也是为了萱萱才搁置了梦想，不是吗？来吧。
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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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人说爱情总是来得措手不及，这一刻我信了。他刚刚好像喝了不少酒，要不回房间再说好不好？你不许动。好有安全感哦。我有安全感？你真喝多了。上次你把鞋子放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看似浪荡，其实心里会默默为别人着想。你其实很希望被爱。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了。你真像一个小朋友。你别这样对我笑啊。那你能拿我怎么样吗？好了，立正。立正。回房间休息。你大半夜来我这干嘛呀？你大半夜的竟然一个人睡。今天这场婚礼看得我眼睛都红了。
浩宇，我好久没见到你对感情那么认真了。你看，我早就说了，你就应该放下过去，好好面对眼前的爱情。都晚了，还记不记得你在餐厅跟我说的话？在不久前，我也跟他坦白了。我和他约定好，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问过去，不谈未来。所以今天他只是在配合我演戏而已。不是，你们都是夫妻了，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没用的，我们的婚姻没有爱情的，所有都是假的。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没有读那段誓言吗？那是因为我根本就读不出来，所以我才和他父亲说我会对思洛好，因为我只能给出这个承诺，别的我也给不了。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善待他。也许我从一开始就做错了。外公外婆说再见。外公外婆再见。再见，萱萱听话啊。嗯。哎呀，晨晨来啊。这两天啊，辛苦你们了。哎呀，我们才惭愧，都没能好好招待您。客气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孩子的事儿吗？下次，下次再来，咱们来日方长。好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哎，好，路上慢点啊。好了，上车了，上车了。好，拜拜。哎，好的。我来吧。嗯。东西都装好了吧？哎。啊，爸妈。哎，那都装好了，就趁天没黑，赶紧出发。嗯。爸妈，那你们保重身体啊。思乐。嗯。和浩宇好好的，记得有空回家看看。知道了，那我先上车了。好。那爸妈，我们先走了。哎。路上慢点。好嘞。爸妈，你们回去吧。嗯。浩宇，开车慢点啊。放心，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思乐，齐思乐，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什么？我怎么回事啊？刚刚到家的时候，爷爷还在，你就直接带着萱萱进房间了。不是说好的在人前要配合演戏吗？我不舒服，不想配合了。你哪里不舒服？跟你有关系吗？我在尽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关心自己的妻子。关心我？为什么？因为你给过我爸妈承诺，所以有压力，才让你违背本性，刻意来对我好。我希望你做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你是宋浩宇，单纯的想对我齐思乐好。你给得了吗？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对啊，没有啊。所以从今以后，我会继续照顾好萱萱和晨晨，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在爷爷面前扮演好你的妻子。你戒指落书房了。戴这个照顾孩子不方便。妈妈，我去上幼儿园啦。哎，
要乖啊。嗯，去吧。萱萱，小心点，别摔着啊。哎呀，这大早晨就这么热。嗯，你安心的去加班，家里有我。今天我会早点回来陪你的。啊，等你。爷爷。爷爷。哎，我们一会儿出门了。哦，去吧，路上注意点安全啊。嗯，好，那我先上去了。嗯，好嘞。没事，别走了。我书包背背好，手表戴好了吗？手表戴好了。要听妈说话啊。嗯。那个，萱萱的手术3天后进行，我今天先带她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做一些简单的化验。要不然我今天早点回来。没事，我就是告诉你一声。萱萱，来吃饭吧。怎么了？宋总，听说 KL 品牌执行官回国了。好，我马上去公司。不只是茂林，其他商场也收到了消息，为了争取 KL 入驻，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那这段时间盯紧一点，要时刻注意商场的形象。好的，宋总。尤其是珠宝的商户。知道了，宋总。先生，您可以仔细挑选一下，看看您最喜欢哪一款。繁艺的切割工艺倒是很精细啊，谢谢您的认可。哎，但是这一季的设计跟 KL 相比……先生，您说什么？没什么，麻烦了。感谢你的服务。你觉得茂林怎么样？商品种类非常齐全，客流量也比较稳定，商圈附近也没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整体来说，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繁艺珠宝在茂林商场算得上是吸引大客户的头部品牌，可是你看，它的客流量并不好。我已经连续观察了几天了，它的 VIP 通道从来就没有开启过。繁艺的品牌和名气和我们 KL 比，自然是差了一些。那只能说明茂林现在的大客户群体的资源积攒得不够。如果 KL 入驻进来，他们哪有足够的消费力度来支撑呢？明白。我这就和总部汇报。哎，等等，池塘的鱼不嫌多呀。宋总，最新消息 ，KL 邀请了国内所有一线商场的负责人去他们巴黎总部商议品牌入驻的事情。邀请的名单中也有茂林。广撒网，多敛鱼，就是看看谁比较有诚意吧。他们约的哪天？算上时差，应该是后天的凌晨。不要抽血！快！麻烦你啊！哎哎，回去之后呢，可以做一些增强免疫力的食物，按照我给你的时间表吃就可以了。宝贝，等你和小怪兽决战完之后，就可以吃到甜甜的小蛋糕了，开心吗？嗯，那我还要吃泡芙，要吃大。好，妈妈都给你买啊。你怎么来了？叔叔，你来接萱萱和妈妈啦。对啊，叔叔来接你们回家了。叔叔爸爸。萱萱，我们回家啊。别慌，等了这么久，怕那就是后天了。宋总，已经按您说的订了最早的返程航班，可一来一回，怎么都要一天的时间。该怎么开口？还好吗？你怎么来了？我刚刚被主刀医生打电话了，他说问题不大，对手术很有信心。那就好，你先出去吧，我要准备明天的食材。你的瞳孔原来记忆中那
些心潮的汹涌，原来光与光只在黑夜中相逢。 From this moment， 请成为我的家人，整个世界的美梦。你干嘛？别动。是爷爷来了吗？不，春夏和秋冬抵不过这一分钟的相拥。 From this moment， 请成为我的余生。关于时间的爷爷走了吗？我才都在你眼中。还没。保留着，永远守护着我们的心动，心动。心潮的汹涌，原来光与光只在黑夜中相逢。 From this moment， 想轻轻唱着我们整个世界的美梦，我才都在你眼中。日升又月落，叔叔。嘘，哎，麦迪啊，轻轻的，不要吵醒妈妈。叔叔要去哪里吗？叔叔要去工作。那叔叔就不能陪萱萱一起打小怪兽了吗？叔叔答应萱萱，一定会早点回来陪萱萱打小怪兽。那萱萱等叔叔，我们拉勾勾。好，拉勾勾，因为你。穿过时间的迷宫，你还在我心中。有太多的相逢，来去太匆匆，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公司有点事，不得不出差一趟，我争取手术前赶回来。心动，妈妈，这身衣服丑。宝贝，这衣服呢，虽然不是很好看，那你可别小瞧它，它呢可是打小怪兽的战服，你要穿上它就可以威力无穷了，知道吗？萱萱，这个挺好看的，乖，听妈妈的话，等病好了，你想吃什么，太爷爷都买给你，好不好？嗯，好。对了，萱萱最乖了啊！宝贝，我来了。是叔叔吗？来。爸爸抱抱啊！不是叔叔啊，是吧？是别人的爸爸。萱萱，飞起来了。医生，医生，宝贝，要跟阿姨进手术室准备喽。不走不走。啊，医生，不好意思啊，孩子可能有点紧张。宝贝，妈妈陪你一起去好吗？也不好。那你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不想去吗？因为没关系，萱萱妈妈，让孩子准备一下吧，我们先去外面把手术协议签一下。那个思拉，那你先去，我陪着萱萱。哦，好。来，萱萱，你陪爷爸，过来。
只有一位直系亲属吗？啊，那个孩子的父亲工作比较忙，一个人也可以吧。术前签字，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双亲都在的。啊，不过没关系，如果特殊情况的话，也可以理解。哦，那我来就可以了。嗯。根据我们医院的规定，我要跟您详细讲解一下脑瘤手术的风险以及手术相关实施内容。哦，好。嗯，脑瘤手术相比于其他手术风险要高，首先是麻醉风险。齐子轩的手术会在全麻下进行，可能会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的状况。你是说呼吸和心跳停止？这个是我一定要告知到你的，但是概率不大。嗯，好，那下面是手术中的风险。手术中可能会出现脑部大出血，损害重要神经，导致偏瘫、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或者是颅内感染的风险。根据术前定位呢，会选择入颅，切开头皮，打开颅骨。找到肿瘤后呢，会分离周围神经。怎么样？今天总部那边什么情况？来谈项目的大部分都是各商场的总裁。分块切除，术后呢，油腔止血，缝合定。看来他们还是很给面子呀。哦，对了，秦总，您还记得您提到过的茂林吗？我按您说的向他们发出邀请，可惜的是，他们茂林并没有派人过来。谢思乐。谢思乐，宋浩宇，怎么了？宋浩宇，过来吧。医生，我是齐子轩的父亲，我来签吧。嗯，可以。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原来记住那些心潮的汹涌，原来光与光只在黑夜相逢。 From this moment，请成为我的家人。叔叔，哎，轩轩，叔叔，轩轩，轩轩，慢点。哎，轩轩，哎呦，哎呀，轩轩，叔叔，你终于回来了。轩轩，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叔叔的约定就一定会做到。嗯，谢谢安心。那你先帮我跟进现场的情况，完事后跟我汇报。老人家，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之前在这儿摆摊卖首饰的姑娘，她今天还过来吗？
永远都留着，永远守护着我们的心动。From this moment， 朝着你的方向狂奔，穿过时间的迷宫，你还在我心中。有太多的相逢，来去太匆匆，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这分钟的心动。